heard about summer snow. When it falls on you, your blood runs cold. But don't you sweat your pretty skin, 'cause it melts away for it sinks in. And you dream about this very night, when the moon runs down the summer sky. 两只，推荐大家来小琉球，一定不可以错过哦。Do you ever feel like going back when nothing seemed to be a drag? You're right until your legs gave way. 然后要从从这边这样爬下来，就可以到龙虾洞。Cross a broken bridge in the fading light. Never thought I had my two feet. 要到达小琉球漂浮木秘境呢，就是要先走过这个长长的河堤。建议大家就是定点可以搜寻台湾电力公司琉球服务所，然后进来之后左转，然后要走这个长长的这个河堤，走到就是底，然后右手边你就会看到就是漂流木秘境。大家来到小琉球，一个可以说是目前应该还没有什么人知道。好啦，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没有来过。那这边呢是秘密海景游泳池，然后你们看到，就是这边会有人就是在那边跳水，然后或者是有人会学浮潜，然后这边有个小小的浅滩，就是很多家长或者是朋友都会一起在这边玩水。那这边其实本来是个废弃的港口，以前是个港口，但是现在已经是没有在用，就是废弃了，所以其实也不会有船入港。那久了，这边就变成一个，就是观光客、游客都会喜欢在那边玩水的地方。Have you heard about summer snow? When it falls on you, your blood runs cold.全小琉球上唯一一间 KTV 唱歌，这一定是跟许多好朋友来小琉球玩不能错过的行程吧。KTV 呢是小琉球岛上唯一一间 KTV， 而且我刚刚已经去过，它每间包厢，光是小包厢就已经很大，而且他们除了唱歌之外，其实还有提供各种美食，就是也有很多小琉球当地才吃得到的餐点，但其实 KTV那我们现在就去包厢里面看看包厢到底有多大，走吧。Do you ever feel like going back when nothing seems to be a drag?Until your legs gave way, and your cotton got back up again. And it's real to think that I could fly across a broken bridge in the fading light.时光玲玲呢，既然来到小琉球，那我要推荐一个，就是我的在地人阿姨，她很推荐的一个拥有凤香鸡块。那我它其实有很多口味，有鸡肉、牛肉，还有最经典的尾口味。但是因为我比较喜欢吃就是鸡肉，所以我就点了一个鸡肉口味。听说它会砍死耶。嗯，有没有？有没有看到？刚有弹息，哎，我的摄影小天使，你有没有想死？
我想要吃鲔鱼起司。这个在花瓶岩附近的红色小布布是奇鱼舅舅的，只有六日才营业哦，吃得到超好吃的剑鱼。那除了就是剑鱼酥之外，这边还有卖薯条、香香鸡，还有藕类，然后也有饮料，这边通通都有哦。来花瓶岩，有没有花瓶岩在那？可以顺便来吃。好，老板娘要开炸咯。口感如何？嗯，很胖，它外面很酥，不管是咬下去的时候有吃得到那个鱼肉的多汁哦。Have you heard about summer snow?